能感受得到，就好像流动的冰河一样。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呢，确实是相当贴切的。那我们但是呢，我们到最好的观景点呢，也只能看到它纵深14公里，后半段呢转弯，所以我们就看不到它整体。但已经是所有国家公园观察角度最好的一个冰川了，因为整个冰川呢分成三个部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这里是富湖，那你坐船，那看的这一半呢是1.5公里宽，这个是这一个部分。那另一侧呢是阿根廷湖，那边呢有2.5公里宽。那贴近麦哲伦半岛呢还有1公里宽，总共加起来像5公里宽的这些切面啊，纵深呢有30多公里长。那我们这个富湖这边。